端口开启。新能者，请确认穿梭授权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新能者，我是专属于你的指引心灵，我会一直陪伴着你。现在，让我们完成踏入新区前的热身训练吧。跳跃可以帮助你抵达更高的目标位置。由于能量武器在新区中几乎失效，动能武器请选择你喜欢的武器布局。开火，消灭训练机器人。打开瞄准镜，可以让你更精确地瞄准目标。接下来是狙击射击训练。长按射击键，开镜瞄准后再释放，进行开火。非常棒。最后是技能训练，点击按钮直接释放技能。点击技能进入释放状态，瞄准目标区域，然后释放技能。快捷释放能让你更快地释放技能，取得战斗先机。按住技能按钮，拖拽到目标区域释放，即可完成快捷释放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尝试一下吧。长按瞄准目标区域，然后释放技能。消灭敌人，可以为攻击技能出门。释放终极技能，摧毁机器人。了不起，新能者，让我们向着新区迈进吧。胜利，热浪席卷一切。为了更好地进行指引工作，请输入你的资料，完成对我的完全激活。信息已载入，深度链接建立中，激活成功。我听到了深海的呼唤。为了提升你的射击能力，接下来是团队竞技训练。热身阶段，团队竞技中，你可以使用任意枪械，全队率先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。战斗前，这里可以进行枪械类型的选择。让我们先试试这把武器。接下来，和你的队友一起赢得战斗的胜利吧！战斗开始。分领先，
决胜时刻。剩余五人，胜利！全场最佳！真相正在远方回应我的呼唤。恭喜完成团队竞技训练，新的远古英雄灰光初始化完毕，战斗模式加载中。在新区中提升新能者等级，不仅可以解锁更多玩法模式，还可以领取丰厚的奖励。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士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通过星币或星石解锁更多的英雄一起征战新区。雷霆不可阻挡，规则才是对自由最大的捍卫。五位英雄集结完毕，接下来让我们去训练场熟悉一下他们的能力吧。新能者，欢迎来到阿尔法基地训练中心，你可以在这里熟悉英雄的各种技能及其使用技巧。现在让我们开始瓦尔基里的技能训练吧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发现敌人。坚不可摧，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发现敌人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发现敌人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火力压制。还没到炮台登场的时候。恭喜完成英雄瓦尔基里的技能训练，现在你可以切换其他英雄继续练习，或者退出训练场。恭喜完成训练，星河爆破分为进攻与防守两个阵营，进攻阵营需要部署并激活星河，而防守阵营则需要阻止星河被部署或回收星河。星河爆破是星区的，它分为进攻和防守两个阵营，双方围绕星区部署点 A 和 B 展开对抗。进攻方需携带星河进攻星区部署点 A 或者 B， 防守方需要防守星区部署点 A。 率先达成目标条件的阵营即可获胜。战斗开始之前，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合适的枪械。进攻阵营在行动之前需要先拾取星河，跟随地面指引前往星区部署点。前面就是部署区域，趁着没有敌人赶快部署星河吧。星河已部署，星河部署成功后需要阻止敌人回收星河，接下来请守护星河直到它被激活。
核即将激活，它会湮灭范围内的一切生命，快根据地面指引逃到安全区域。意料之中的胜利，哼！星核成功激活后，进攻方无论是否有人存活，均会赢得本回合的胜利。下半场时会进行进攻方和你当前属于防守阵营，前往星区部署点，阻止进攻方部署星核。星核已部署。糟糕，进攻方部署星，进攻方敌人已被击败，快回收星核吧。胜利。